他说这里要吹一下。哪里？这里。吹一下。有个棚，嗯，这里都吹一下。拿什么吹？气枪呗。嗯。完了，这个拿出来，这个。这个，里面都吹一下，然后把这里吹一下就好了。都拿气枪吹啊？对啊。然后就好了。就好了。你送回去。啊？送回去。送回去还要拍吗？这个你拍过了。